你干嘛呢？我干嘛？你闹着干嘛啊？不要捣乱了，不要。你在干嘛？我想包点包子。包什么？包包子。包包子。包点蒜，搞点肉在里面，包点包子。那你切，你到厨房去切，你坐在这里切干嘛呢？我厨房去，他就缠着我。缠着去，你叫他过来呗，是吧？他哪里去过了？他就问我拿手机。你不是说要手让他看见手机吗？你要玩手机啊？啊？你看他不说没有啊？他知道个屁，他知道。他在说你啊？啊？你到厨房去。我到厨房去，他就会跟着我。我在这，我在，他不会跟。那我到厨房去切。对，你到厨房去切，不要坐在这里切。那你不要来了啊，跟着你爸爸。你要玩手机吗？来，我给手机给你玩。你真拿手机啊？啊？不能拿，知道吧？哎哎，他又来了，他又跟着来了。我刚才给手机，他也不要啊。你给他，我给他看他要不要呗。那你给他试一下。看见没有？他是看见你在这里，他不，你不在这里，他就得抢，就到我袋子里面来抢。这能做多少个？这还没发起来呀、啊。这腊肉。嗯，腊肉，我把它和这个蒜一起，等一下炒。这会不会太多了？你炒，它这个一下子，这全部是蒜叶。包子给你吃啊，知道吧？好像没发起来一样，不然会膨得好高。这没有放那个发酵那个粉吧？面粉里面早买的时候就放了呗。是你放的还是别人放的？人家买的时候哪里就辟好了的。那怎么没有发起来呢？看一下蒸的时候发不发得起。哎，你不要捣乱了。吃的东西他都要吃，这个是我包的啊。嗯，这个大一点，太硬了，硬邦邦的。做包子是做的挺失败的，但是味道还可以。